因为看到花莲县文化局与玉里镇公所在今年再度携手举办2023太平洋左岸艺术季玉里一起玩活动，并配合2023花莲儿童艺术节，9月9号与10号将连续两天呈现精彩的表演，欢迎民众前往欣赏，享受艺术的熏陶。继去年活动反应热络，花莲县文化局与里镇公所在今年度再度的携手9月9号下午的2点半在玉里镇民广场举办2023年太平洋左岸艺术季玉里一起玩活动，并且也配合了2023花莲儿童艺术节9月10号的上午10点同一个地点带来街头的艺术表演及深深剧场制作在大水之中。第一天活动就邀请拥有丰富国内外公共艺术节表演经历、团队擅长搭配魔术、当代舞蹈、杂耍特技等新马戏之元素相互融合，现地创作剧团狂梦艺术草创新的演出。表演剧团将利用玉里镇民广场的环境去设计出不同的表演内容，延续两天的精彩表演，也欢迎各位民众前来欣赏，享受艺术的熏陶。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。